哥哥妹妹有意思。嗯，这样错了吧？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所以才没发现，经过多少年，伤痕才会看不见，寂寞的尊严别传到你那边。有时候以为我能微笑去面对，有时心酸到呼吸都听见。现实敷衍，因为人生对自己残忍了一点。听到你的爱，也提醒我该区别。我想念的爱已无法实现。朋友的朋友，来自于小美江美琪。3:10，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我是马克。好吃啊。爱情付出为我这儿忙。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要跟我们聊聊天吗？还是你还有一周大笑跟我们分享刚刚没分享到的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透过我们 Telegram 群组在里面留言。我的双眼在梦想里找路开，弯路的时候我不会装哭。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符合这世界变化的脚步，生活
你要的幸福是什么呢？用我的双眼，我们的小小幸福之一就是欢迎你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欢迎搜寻上班可以听，有能力的话每个月只要存一杯饮料钱就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上班可以听的会员，然后也欢迎你可以订阅马克信箱，那这些订阅呢都是 free 免费。我们刚刚呢 for free， 我们刚才就是接见了两位远从番邦来台北进贡。番邦是哪呢？番邦来自于纽约皇后区的皇后，住在 Jackson Heights 的两位。对，我们整点的时候出去跟他们聊天一下，然后说最近心灵比较多，因为我另外的朋友也是在国外。我说马克信箱，对对对，就因为一开始可能都想听些新山色的，然后还有屎尿屁的，所以我那个朋友应该是他。就最近工作突然觉得可以开始听马克信箱，他就跟我说你们那个就是色情频道啊，然后我就想说，我想他应该是听到某一个周期某一个时期的确比较多，然后我说再听久一点就可以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对，因为现在可能很多变得很心灵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跳听也不错啦，就自己穿插，你自己相信你自己的宇宙力量，你会点到哪一集可能那是冥冥中的注定，对，或是用那个随机嘛，就让演算法随机推荐，就说明那就是你今天适合听的东西哟。你有什么话？有什么一周大事吗？你好，你好，我是东哥。东哥你好。一周大事是雷神索尔四。哦，那还好，那小事而已。哦，小事。对，因为后来看他的评价蛮不一，但是我跟朋友是看得蛮开心。就是我今天是居家上班，最后一天，下礼拜就要回公司上班了。对，那我觉得在家上班的话会有那种工作的就是工作跟私人的时间没办法切开的那种感觉。你知道什么工作时间跟私人时间没有办法切开吗？因为怎么会有人中午十一点多的时候跑到家附近的饮料店看人家直播呢？对啊，还在那边看了那么久，或是下午的时候想说来看部电影吧，就去看电影了，因为那就是翘班嘛。应该是说工作的领域啦，就是还是会有想要离开家里去某个地方工作的，都真的一直离开啊。是啊，但是那个心情你在讲感觉是不一样的。你在说什么？在外面哦，居家我觉得这样不 OK， 那对领域都绑在一起啊，你就是没有啊，你就是跑出去玩啊。这就是什么得了便宜还卖乖、真的真的东哥这样不行哦。那我好了，算了，这个不要这样。哦，你接下来还有是不是？没有，我等一下在群组再讲，因为我觉得不方便发言。就今天好像风向不对，我先离开。没有啊，对我要就是拿到马克饮料的时候，我好像忘了跟你说谢谢。哦 ，OK 的，对 ，OK。然后是不是特别好喝那一杯？有，就是你有说多加了一份芒果吗？他什么多加一份？我不是多加一份，我每一个三种芒果量都是 double， 所以是九倍。对，然后就是好像途中你有要问我甜度是吗？途中不，那是问在看的妹妹。哦，你前面那个妹妹，但他们没反应呢。对啊，妹妹没反应。为什么他们没反应？因为他们都会被吓到吧？ Okay. 突然就是为什么要问我这样子？好 ，OK 啊，对，就是刚好这个礼拜我听到你们念到我的信，然后那时我刚好在健身房，我心里想说，虽然那时候双手都举不起20公斤，可是我现在单手就可以举20公斤了呢。赞哦，这就是训练，就是人的能力的进化 ，Power。好的，好，谢谢你们，谢谢东哥 ，OK， 好，拜拜，拜拜。我觉得一个人喝过九倍量的杨枝甘露之后，他不管再喝哪一间门市，他都喝不到那一个糕点了。
是他大家都觉得其他间是不是给我偷工减料，其他间喝的都是垃圾，没水准哎、欸。那是因为你遇到一个用量他不是开饮料店的人，他用量随便用。啥？哈？嗨，就算我面前有那个秤的那么几点几公克的，我谁在乎？我想几多少几多少？不小心就超过了，那没关系吧？02-236-3995，你还有什么跟我们聊聊的吗？他是瘦子，他没在看我。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他 5.5 inches， 长着你的眼神没有他，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 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越线。我想看你跳舞，我想看你身体赞美我的天赋，让我感觉不是独属，你能鼓舞。我想看你笑得开怀，像你爱你生命，永远都是春季，像甜可可蜂蜜。把手给我，让我握着，我让你感受那些我不曾有过的，这是唯一能让你看到我的方法。或者2019有没有时光机能够做的？当没在看我，当没在看我，在他的心中却无一般我，每当我低头，他没在无踪，都会散碎，都会散碎。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 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他只能记录你的妆容、你的胖瘦，今天晚上你会遇见谁，陪伴你的每个周末，你的放纵留给我的已经不得别。我有他才是让你低头，不停想我，就算我一站在你面前，视线留给你的闹钟，你的眼中哪怕只有一瞬间。当没在看我，当没在看我，在他的心中却无一般我，每当我低头，他没在无踪，都会散碎，都会散碎。不要再等，
懂也不懂，你的耐心你的温柔我很感动，偏偏让我心更痛。男人的苦衷是什么呢？Leave me alone， 来自 Stanley 黄立行。3:26，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我是马克。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00到4:00，陪你两个小时。平常时间呢，欢迎你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跟 Facebook， 你可以搜寻欧马克，可以搜寻玛丽的象牙塔 Mary in Tower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你也可以搜寻生意。然后今天呢是7月份生意的电子报发布的日期，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你的信箱，如果你有订阅生意的电子报的话，七月电子报来咯。昨天呢，昨天晚上有一个新的业配分享是克兰斯的双击脆，其实双击脆已经非常的有名了，是经典的东西。反正限动呢有双击脆加弹簧霜的试用包，领取连结，这种东西我觉得是推广不遗余力。领起来，领起来，领起来！我记得，你就是填了之后应该是14天内，就是反正你只要经过克兰斯就可以去领 ，OK 的。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不会乱用你的电话号码的。那你用谁的？我没有啊，我就没有在做这件事情。我就是请我没有用过的朋友赶快去领嘛，我不会像以前那样疯狂了。我是个大人，我不会叫你去逛一圈然后全部全领。还是你怀念那样的时光？我不怀念啊，我没空。怎么理解？怎么去解？这礼拜也是他的生日哦，他是陈思涵。我现在每天出门都带着他送我们的帽子，那个帽子跟口罩。那时候我帮你挑黑色，我想你应该会喜欢黑色的。是吧？是吧？另外还有什么颜色？紫色。哦，浅紫，会想到独角兽的那种梦幻紫。啊，我想要紫色。陈思涵他说他想要紫色，可是他的紫是今年的2022年 Pantone 色吗？很美的紫，哇哦！我拿紫色啊，我就想说你每次都戴 黑帽啊，你紫帽有你戴我戴黑帽就是因为我没有紫色嘛。我没想到这一层关系，没事啊，你拿来给我戴就好啊。那我呢？你有在常戴帽子吗？偶尔也是会戴啊。帽子这种东西就像滤镜一样，你就是要备着，你随时上战场就是要用。再加上了史金动物直觉，动物一样或许长大。
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地唱。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停被复制，不停地放。喜欢什么？之前还是 hit the rhyme， 十年收敛水，烟雾弥漫。关于小熊的事，我知道你期盼，没听到烦恼，偷偷不习惯。我用同样的韵脚，它不同的 flow， 没人记住的押韵不是不红的错。听说你想要，所以有复刻版，没有抢到，是因为你注册晚。你注意看，现在流行就换新，我喜欢留白，也保留就汉。永久宝库，不管重还轻，用音乐导入，吸收更干净。新的经典，担保诚意加倍录。新的纪念是看好一定加分数。打开档案库，我已经一半斤，一没听我的歌，有人就幻听。因为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地唱。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停被复制，不停地放。我妈听摇出蛋宝呢，在他 IG 有分享他的金曲三三专刊的部分，然后他有翻到了介绍杜振熙那边，杜振熙1982到2070，他已经先写好了。Death Trip， 任性的人，厂牌主理人，饶舌歌手跟音乐制作人，并自认为是诗人与艺术家，作风放纵不羁，素有千禧年的唐伯虎、杜瑞坤的儿子、行走的 X 教授等称号。现为台南四大才子之五。那因为专刊也会请他们分享那个入围的心得嘛。杜振熙，今晚我想来点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做年度歌曲奖，简简单单啊，幽默。被复制不停地放yeah， 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地唱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停被复制，不停地放。什么是经典？左手右手一步就高。理事长说要偶尔动动你的左手，锻炼你的右边，你有做吗？这里怎么会有理事长的空间啊？我唯一受到的启发就是我要提醒，我要常常就是用我的左手来做事。做什么事？就是真的啊，喝汤啊，筷子太难了，喝汤。然后刷牙有吗？刷牙超难，刷那个牙刷会歪掉，会软掉。我光是练习用化妆棉用左手擦拭都很 K， 怪。你左手拿起饮料喝，就简简单单。我用左手怎样？我用左手刮胡子跟左手刷牙。哦，你现在都用左手刷牙了？对啊，因为用电动牙刷，所以比较还好。怎样？
就算不用电灯，我还是可以用左手刷牙。怎样 ？I don't think so。可以，简单。你可以有办法用左手做到完美背式三十度那个？可以。没问题，我的左手很灵巧。欸，电动牙刷用久了，你们会忘记刷牙的方法吗？我不会啊，就是手动会开始觉得，哦，怎么会这样？不会啊。清醒的救赎，爱要我成就的每一步，心一步顺一步，加上那一念高于全部，夫妇交托。爱是什么东西，谁能明白？但我不放弃，一步一步来。爱让走的每一步都精彩，爱需要勇气，一步一步。郑秀文、陈奂仁，一步一步爱。
像是河流，慢慢的轻轻推送。有时候像是漩涡，很难静止而不动。开心的，伤心的，一辈子能改变什么？能相信什么？交错，谁停留谁又远走。我曾经犯的错，我曾经留下的遗憾，就让它去吧。如果想要回到那过去，但是你我之间存在遥远的距离，试图去弥补破碎的缝隙，学着不放弃。愿你牢记我曾经爱过你，因为有你我才学会相信爱情。关于过去的事就藏心底，未来依旧有你的是回首。人与人擦身交错，谁停留谁又远走。我曾经犯的错，我曾经留下的遗憾，就让它去吧。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好棒哟！马克叔叔要说故事了，他是一个情绪的预言家。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读读諮商心理师钟颖老师的这一本《故事里的心理学》。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来自于很有名的一位作家，叫做 Edgar Allan Poe 艾伦坡，美国的作家跟诗人的这一本这个小故事叫做《黑猫》。黑猫呢，他用第一人称的我所写下的短篇故事，所以不会有玛丽讨厌跟害怕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点什么什么点，或什么杰奇先生、海德先生，不会。那么故事开始喽。
我从小就以性情温顺，并且富于爱心而闻名。我的心肠之软是如此的引人注目，以至于让我成为伙伴们的笑柄。我特别喜欢动物，父母就买了很多的小动物让我开心。我大部分的时间都跟那些小动物待在一起，没有什么比喂养它们跟抚摸它们更让人感到快乐了。当我成年之后，它们成了我获取快乐的主要来源。对那些已经多次尝到人类虚情假意和背信弃义的滋味的人们来说，动物啊，那种自我牺牲、无私的爱，有一种让我刻骨铭心的感情。我很早就结了婚，妻子跟我个性很像，她看到我喜欢养宠物，也不放过任何可以弄到优良品种的机会。弄到，我们就养雀鸟、金鱼、小狗、兔子、猴子，和一只猫。那个猫的体型蛮大的，浑身乌黑，模样可爱，而且聪明绝顶。它的名字呢叫做 Pluto， 是我的宠物跟朋友。我单独喂养它，它不论呢在屋里屋外都跟在我身边。我们的友谊呢就这样延续了很多年。在这期间呢，我染上了酗酒的习惯，脾气跟性格都朝着恶劣的方向急速的变化。日复一日，我变得越来越喜怒无常、烦躁不安，越来越无视别人的情感。我开始容忍自己对妻子使用污言秽语，甚至对她拳打脚踢。当然，那些宠物也渐渐感觉到我性格上的变化。我忽略那些宠物，我虐待他们，只有对着 Pluto， 我还是保持着关心跟自我克制。直到后来，即使对 Pluto， 我也开始会发脾气了。有一天晚上，我喝得醉醺醺的回家，我觉得那只猫在躲我，我就一把把它抓住。不懂给我过来！它被我的暴力吓到，轻轻地咬了我一口，我顿时勃然大怒，原有的灵魂似乎一下子就飞出了身体，恶意渗透了身上的每个细胞。我从我背心的口袋中掏出了一把小刀，一手把刀打开，一手抓住那只畜生的脖子，不慌不忙的挖出他一颗眼球。哈！当理性随着清晨回归，睡眠平息了我夜间的怒气后，我感到很害怕，也很后悔。可是那个感觉很朦胧啊，我的灵魂也无动于衷。我又开始喝酒了，酒精淹没了我的记忆。与此同时呢，那只猫逐渐痊愈了。它被挖掉眼球的眼窝显得很可怕，可它也似乎不再疼痛，只是它现在一看到我就会吓得逃跑。我感到一阵伤心，但这种难过呢，很快就被愤怒给取代了。就在这时候，那种反常的心态出现了。我相信那种反常呢，是人类心灵原始冲动的一种。谁没有这样上百次的发现自己做了坏事或是犯蠢的唯一动机，就是因为哦，我知道我不该那么做，但我就是要去做。就是这种反常心态导致了我的毁灭。这个只为作恶而作恶的欲望，驱使着我继续伤害那只猫。这一篇布鲁托会越来越可怜吗？毕竟呢 ，Edgar Allan Poe 呢，本来就是写这种很黑暗的小说，然后很黑暗的刻画人性的黑暗文明的嘛，所以这个听起来绝对会不太开心。但其实呢，在读这一篇的时候，如果你之前听都很认真听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也很像杰奇跟海德啊？对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爱护动物的人，可是突然可能因为喝酒，或是因为他年纪到了，人生到了某一个坎，他的阴影开始反扑了，所以他现在突然有这么多的奇怪的愤怒跟这些情绪，然后要去伤害人。这个礼拜很多人的大事件应该就是等了他很久，他发了新歌了，他就是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3:52，我是玛丽，我是马克，要跟你说声再见了，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有个开心的一天，希望你的心灵平静。世上的热闹出自孤单，
望着幻想，握紧莫内帮个忙，能不能来趟这幻想，大致眺望着远方，研究色彩的形状，突然回头要我说说我的自己话，时代的跨音乐的网，我梦沉浮在我乐章，路还在闯，我还在闯，之前的兄弟在渴望，时代的跨音乐的网，我想我不需要花框，它不足前进的速度，我的音符全部是为了艺术，世上的热闹，如此孤单。